星月落，万物更迭，或如风卷残云般激荡，或如电光火石般迅猛。然时代在变，唯信不变，厚德致远。浙江王进非制造部有限公司，一个永葆创新、传承不懈的弄潮儿，一个敢于争先、勇于开拓的领航者，在不断前行中追寻跨越与突破。筑梦启航，与砥砺中走向辉煌，信达天下，与发展中铺就华章。至高远者达天下，成大事者赢未来。2015年12月18日，浙江王进非制造部有限公司运势而起，位于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、文化之邦、太湖之滨的长兴县，水陆交通便利，区域优势明显。在与时俱进的征程中，公司肩负梦想，一路砥砺，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、生产、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性无纺布生产企业。注册资金1亿元，工厂占地面积200余亩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。在硬件设备上，公司先后投资高达2亿多元，从德国引进2条国际技术最领先的水刺无纺布生产线，2016年从德国引进最先进的带杂滚的高速高产水刺无纺布生产线1条，年产能达15000吨。2017年又从德国引进国际上速度最快、性能最优、自动化程度最高、产品最稳定的交叉铺网生产线1条，年产能达到13000吨，为目前国内最快的交叉铺网生产线。第三条，年产17000吨的水刺生产线已于2018年3月签约，将于2019年年初投产。三条线投产后，年产能达45000吨，产能位居国内前5位，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以实际行动托举着产业未来的发展之梦，践行着使命承诺。使命在肩，诠释坚定不移的信念，海纳百川，开创百舸争流的基业。以质量铸就品牌，以服务开拓市场，公司始终坚守着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、高水平管理、高效益经营的总体要求，在行业中率先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高速高产无纺布生产线。历时2年多时间，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进口整条生产线最多的、生产效率最高的水刺无纺布生产基地。得益于先进的设备、领先的技术，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和产能，公司产品已远销至欧美、日本、韩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，成为行业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携手同心，推动企业走向新未来，玉汝于成，描绘未来发展新蓝图。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，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。在管理上，公司始终坚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，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平台，规范运作，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，以产品质量为生命，以优质服务为宗旨，稳健经营，规范管理，各负其责，各司其职，权责明确，相互协调的发展机制，着力建立柔性管理模式，做大做强做精主业，确保公司盈利水平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优势。公司积极走产学研发展道路，与东华大学、
建立长期合作关系，依托东华大学的科研力量，以技术研发中心为创新载体，实施自主创新，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。目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医疗卫生用品、妇女保健用品、婴儿卫生用品、一次性清洁用品、过滤材料、建筑装饰材料等领域，同时还为客户开发特殊规格、特殊用途的功能性、差别化产品。面对着未来五年异常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，公司按照强化上下游、拉长产业链、增强差异化、提高附加值的发展思路，计划新增无纺布生产线五条，八条线全部投产后，年产能达10万吨，力争成为具有相当市场竞争力、行业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无纺布行业龙头企业，计划走资本市场，在国内主板上市的宏伟目标。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。浙江王金非制造部有限公司在长兴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，始终秉承诚信务实的经营理念，精益求精，开拓创新，推动企业走向新的更大的辉煌。